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8月30日，一台壮丽70新戏祖国，我的祖国罗定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，将在罗定市体育馆隆重上演。这场聚集了瞿贤和、孙楠、殷秀梅等老中青艺术家，为祖国母亲70华诞送上满满的祝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